哎，又输了。又怎么了？这是？今年都连输三局了，有个鲁班老是追着我打。我换杯子。哎，突然来灵感了，这杯子我给你改造一下，回头你拿咖啡来换啊。就是您用杯子改造的鲁班呀，太酷了！谢谢师傅，我拿走了。哎，我的咖啡呢？嘿嘿，差点忘了，早给您准备好了。这是库迪咖啡新出的萌萌巴斯克芝芝库可冰和萌萌巴斯克芝芝拿铁，可以喝的巴斯克蛋糕。嗯，吃一口不仅能喝到芝士乳酪的醇香，还能喝到柠檬的清香，配上细腻的沙冰和 Q 弹的茉莉花茶冻，简直是解暑神器呀！这杯拿铁里除了柠檬和芝士，还加了茉莉花茶，一口下去能品尝到多种风味，真是太好喝了。你这杯套也挺好看的。这不是王者荣耀里的人物吗？这是库迪咖啡和王者荣耀合作推出的周边，不仅有杯套、纸袋、贴纸、胶带，还有实用的保温杯，每一个都超好看。